来，好好好，好棒好棒，嗯、哦，来麻烦哦，谢谢哦，来，好，慢慢来，没关系哈、哦。来，我们先为沉淀的能量来，我们行上最高的问讯礼啊，来，一位去，啊，再鞠躬，啊，三鞠躬，好，来，我们向黄老师问好，啊，老师好，好，好，大家好，老师好，好。可以啊，我们可以坐下了，谢谢，感恩你们，谢谢谢谢，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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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我们今天，我们今天主要为什么要做白净法，就是让我们哈、啊、能够明白，哦、啊，像我们做这个动作是把我们所有的东西不好的把它哦。化解掉，然后把一切都把它圆满起来，然后回到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自心中，我们的身体里面哦，啊、哦，所以做这个动作很重要。那我们可不可以，如果能够的话，我们多做几次这个动作啊、哦。然后其实这个动作无形中也是在哦帮我们脑下意识这个部分哦来做运动。其实，在做这个当下的时候，都有在做运动，好不好？哦，那有空你们哦，也都要常常多做这个动作哦。虽然这个动作没有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它的意义是很好、哦、深远的，是有非常棒的意义的。哦，所以我们可以再来试试，好不好？再来试试，我们不要看那个，我们自己来做一次，念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名字知道吗？知道哈、哦。那我们先念三次我们自己的名字，来，好、哦，自己的名字念三遍。昆桑多杰，像我是昆桑多杰，那、啊、你们自己名字念三遍哈。昆桑多杰，昆桑多杰，昆桑多杰，来，白净法，虚空无限大，回到自身两眉之中的白净法，圆满具足，阿弥陀佛。这样子就可以吗？啊。那你们多做几次好不好？我们今天还是多做几次哦，来再来一次试看看，因为我们的动作有的人哈、哦、还不是很熟悉，来哦再来哦一样啊、哦、白净法。